哀怨尽人。美元英镑闹贬值，欧元卢布起减价，日元这边难回温，全球经济形势差，国际金融风暴面前，唯有人民币表示淡定。但我接下来要介绍的游戏用以上货币均不能购买。没错，这款叫做街头警察的神作标价为 99RS。 09年这款游戏问世时原价 112RS， 如今为隆重迎接 2012， 厂商痛下血本清仓甩卖，气势如虹的给玩家打上9折。那么 RS 到底是哪国神币呢？俗话道，印度儿女多奇志，黄牛 R3 F4 RS 正是这个能把烧饼吃成飞饼的猎奇国度之官方货币，人称卢比。那么99卢比到底折合人民币多少元呢？经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诸位基友深入探讨，激烈摩擦，最后统一协商兑换出13元的惊人数字。没错，你没有做梦，你眼前的这款印度神作只需13元超值白菜价即可抱回家。本产品由多位权威阿神精心研发，采用国际先进 SB 免检认证，流芳印度远销海外。如果你现在即刻拿起电话订购，还可以享受本公司良品折扣大九折。大九折也就是说只需13元，只需13元你就可以立即拥有本产品。如果你还没有心动，本公司还有万元大礼相送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，心动就要行动，赶快拿起电话拨打本公司热线，立即订购吧。好吧，我承认在傲娇的13元威逼利诱下，至于你心没心动，我反正是心动了。于是当我满怀钻子泪洒13元进入街头警察后，我心飞翔了。看到这游戏这般画质，我是一吼再吼，对不起，我没 hold 住。这什么倒霉玩意儿也敢妄称是09年的游戏？你丫是586时代穿越过来吧？这游戏画面比乔布斯的大脑还前卫。没错，它描绘了2012大灾变后新人类诞生5000年后第一款电子游戏画面，真够差软的。我虽这13元是白菜价，可白菜也是富含碳水化合物和多种维生素的绿色食品，可眼下你这号称身价高达13元的垃圾玩意儿，整个就一贱价反转。做出这玩意儿的游戏公司简直无组织无纪律，真恨不得让他们接受我党统一领导，严格落实为人民服务的伟大宗旨。具体来看，游戏号称街头警察，街头倒是有，警察何在？要不是这足以闪瞎狗眼的警灯，我还以为我控制的是火柴盒。好了，你现在就要操作这盒火柴，在满地绿石的大街小巷肆意放弹。令人兴奋的是，左下角告诉我们不仅可以开车，还可以边开边打手枪。于是我抑制不住满腔热血，掏出管子准备箭射八方。等会儿，这是手枪，这整个以飞飞文具店贱卖的订书机啊，拿着把订书机执行公务，这完全侮辱了一心向着人民的城管队伍。城管素有世界上最强悍的武装力量，其战斗力和萨达姆的共和国卫队是一个级别的，可就你这战斗力只有0.5的渣子，拿把订书机也敢冒充城管维护世界和平？拜托，打手枪也得有点职业精神好不好？士别三日，另当刮目相看。不过事实上仅过了5秒，我就彻底改变了自己对他的想法。这样也太强了吧，横冲直撞，不管是富二代的豪车还是官二代的公车，在他面前只有通通直飞云霄的份儿。爸爸名李刚，爷爷号双江，遇上小城管李家徒悲伤。要说这车浑身金用钛合金打造，可一点不假，连这些棵百年名木参天古树也毫不含糊，拦腰截断仅在弹指之间。可接下来的一幕差点让我管子下垂，蛋洒一地，这玩意儿整个就立天呐、车速人什么的皆浮云，把这百米金刚混凝土大楼给撸倒，才是这款游戏真正的核心价值所在。此车只需对着眼前的巨物撸上一发，大楼直接轰然倒下，不留下一片尘土，整个过程行云流水，华美庄重，既不是典雅，又不失磅礴。以后大楼爆破直接找他得了，炸得干净还不伤手。本拉登当年怎么就没请他，搞得又是劫机又是自杀的，最后还把小命赔进去了。我看 GT 最近评选什么百部游戏预告片，完全就是浪费人生，直接评个游戏界九大奇迹则驱车入楼，铁定第一名。不过真正让我实话的场面是，当这车遇到警察总部大楼，纵使他使出浑身解数拼上劳命奋力一撸，这警察大楼依然巍然不动，这就是遇到黑吃黑了。
看着这火柴盒上下狂撸，陶醉其中，我整个人都麻了隔壁了。驱车撸楼着实让我兴奋了啊！正当我认为13元开始值回票价的时候，我又陷入了沉思：这游戏到底该怎么玩？难道就是让我驾驶火柴盒，拿把定速机向只无头苍蝇当街狂撸？还有这游戏怎么也不给我一副地图，管我是城管还是片警，我总得知道我身在哪街哪巷吧。后来我出城了，城外一片碧绿，根据我多年的游戏直觉判断，我这是要开到地图边缘了。开了一个多小时，我突然反应过来，我这车还在自由穿梭在杂草丛间。我恍然大悟，出事儿了，这游戏根本就没有地图边缘限制，除了那一小片城区，其他的都是这绿的瞎眼的荒野，而且这些都没有边界。也就是说，你已经开出城外一个小时，那你同样也得用一个小时开回城。这完全就是游戏制作人在给我的忍耐度做泰式按摩。我此刻早已金光罩体，怒发冲冠，我恨不得挥斥千万城管大军，立马踏进新德里。其实我更在思考，吉尼斯应该给这游戏颁发史上拥有最大地图游戏的世界纪录。我就打算驾驶这个车开个天荒地老，开个日久天长，看有一天能不能开回城去，因为地球他妈的是圆的。总之，这是一款没有地图、没有故事、没有任务的三无产品。这款游戏给游戏界牵上了隆重的一笔黑幕。我们试图回顾下我以前讲过的《侠盗勇士》《狙击神枪手四》《落水狗》《斯大林大战火星人》《女权主义》《海岛大亨四》《英雄上双弹》，我们发现他们在这款游戏面前显得多么高尚，多么精致。世界不缺美，但缺少发现美的眼光。如果你还拥有发现丑的直觉，那么不美的也能变成美的。总之，能够在2009年做出1909年水平游戏的只有印度人，能够花上99卢比购买此游戏的也只有印度人。现在我正因为13元人民币的损失，整个人都阿散化了。但是既然已经买了，我要郑重的问一句，说好的外援大人啊？